天上掉下来一个韩非子。B 老师的中文课第五节课，同学们吃完中午饭下课铃响。好，上课铃响了，同学们好。老师好。为什么同志们今天看起来想要睡觉啊？我大概四十秒教室里太暖和了，吃饱了就想睡觉了。对不起，毕老师。课室里还是有点暖糟糟的，同学们也精神累了。这时房顶一个白光出现了，从上面掉下来一个老头，他有长长的胡子。老师和同学们被惊呆了。什么天神？我可是大名鼎鼎的思想家韩非子，连秦始皇都对我礼让三分，你们竟然没听说过我？原来是韩非子，难道他穿越来了美国？可是韩非子是谁？我们可不认识。你们竟然连我都不认识，我可是风云人物，在中国没有没听说过我韩非子的。但是我们不在中国，我们都是美国人。美国，美国是国物，在我版图上没有美国这个国家。你们也太自大了，竟然敢自称自己是最美丽的国家。美国只是名字而已了，你来我们这里做什么？我说嘛，在我这个地方怎么会有你们这么没规矩的人？我韩非所到之处都是以法为先。他到底在说什么？什么以法为先呢？你们知道他在说什么吗？同学们若有所思地摇摇头。同学们，你们不用担心，他是从古中国的思想家韩非子。下个星期我们会学中国的文明的，也可以接触到他的思想。他说的有些是古中国的语言，所以你有些听不懂。同学们恍然大悟的点点头。那你怎么来到我们教室呢？我最不喜欢没规矩的人，我一场道，治民无场，违法为先。意思是说，如果想管理好国家，唯有用法律才行得通。管理学生也是这样子，看着你们坐没坐相，站没站相，根本没有个当学生的样子，我就决定到这里。好自为之。韩先生，我们现在要上课，请你坐下来旁听。教室里恢复了平静，同学们继续懒洋洋的，打不起精神。教室里了无生趣，死气沉沉的。韩非子不知从哪里拿出一把戒尺，生气地敲着桌子。真的看不下去，学生们怎么可以这么无组织、无规矩呢？我们平时多是怎么上课的啊？还好，我早有准备，我已经给你们制定了一些制度。第一，上课说话自己张嘴十下；第二，上课吃东西三千不许吃饭。第三，上课就只求打扫厕所一周。第四，上课时摇晃椅子要罚站一个星期。第五，上课脚翘起来下课后要清点所有的桌子。那不要啊，停止吵闹。好，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吧。体验以后你们就写下老家思想的利弊，这样你们就更有发言权。我下一项命令，大家要坐牢。
我真的快撑不住了，每节课都战战兢兢，害怕，生怕了一不小心犯错误，哪里还有心思听课？我也是，上课停课吃糖果，被汗被责看掉了，我已经三天都没吃饭。可不是嘛，我没完成作业，罚我抄100遍的笔记，我的手都要断了。教里的小平正是在悄悄地跟班长说话。班长，我们是故意的。我去游泳忘记做作业，你可以马上给老师，别告诉他，我们会是最好的朋友。这不是太好的。那我求求你。你可别告诉别人了。他们说的太认真。都没发现韩飞子在他们的身后听到他们的对话。哈哈哈！不别亲疏，不疏不见，一乱一反。作为班长，居然因为是好朋友，不能严格执行命令，这太不应该了。看起来我要制定新的制度。第三幕，韩飞子执法苛刻，说是欺负。我要公布一项新的制度，犯错的学生如果能举报其他学生犯的错误，就可以免去处罚。说思维，人生有好物，不鸣可治也。他说的这是什么意思？他的意思是没有人没有他们班上不喜欢的东西，只要一个给自己的意思，他就知道。韩飞，我看到小红上课吃口香糖，哈哈，我就不要扫厕所了。韩飞，我看到小明玩手机。韩飞，我看到小明往地上扔垃圾了。韩飞，我看到小明在别人上画画。你们都告状了。家里在哪里呢？家室里乱成一团，韩飞子之间不知道要怎么做了，他又开始想自己制度了的秘密。自从定了新度之后，同学们人人自危，不再团结友好，还打同学的小报告，班里同学的关系越来越紧张，严明规定同学们是更加无心学习。难道我错了吗？制定严格的制度有什么错？严格的制度是让人怕的，这样他们就不会敢做坏事。也许我们要一定的变通，严格的法律固然是好，但是法律不外乎人情，恩威并施才是最好的办法吧。秦始皇在我法家思想治国，真有成就啊！长城都建起来了，他也同意了中国。难道时代改变了吗？哎呀，物极必反，我还去找我好友老秦下棋吧。